完蛋就过去了。他们都在看我。扒完就过去了。等一下，眼红了，看。那先补妆，补完妆我再扒了。他们都嫉妒了。他们又嫉妒了，完了。我想当抖音平台。我以后得、啊、以后得低调点。哦，抽一把。不是洗澡，他我不知道这多少。我以为洗澡那场戏。这是什么呀，胡老师？给我们看看眼镜嘛。解说一下这是什么呀，胡老师？这啥都有，我都不知道这都是啥了，一瓶都是。发不发？我是见过这个文字刷屏的，没见过礼物刷屏。这太解了。我这又是啥呀？太神了！哦，礼物展馆里的。整手包里有礼物。奶茶倒身上。他是怎么一气儿全发出来的？我就纳闷了。沈哥问着。我科长了，你好了。科长，走吧。你好了，那我就发了。啊？换个人播。啊，要进去了吗？啊，对，要扒了是吗？我对不起你。怎么了？奶茶倒身上了。咋了？那啊，还是你买的。啊，去去吧。我、啊、还能一键点亮。我要住酒店。大伙儿认识呀？全脱啊！换衣服。来，这能脱吗？换衣服。你这播不了了就。脱呀！啊，全脱、啊，真的呀？真全脱、啊。这上身怎么样？全脱了，好的好的，别播了，一会儿逼累了，我跟你说。没事，还有水衣，到水衣的时候。现在胡老师脱衣服了。水衣也脱，真的，真的。等会儿直播间。别笑。嗯，我可以坐着了。对对对。好。确实是。不，这个需要重新穿。现在到底？就我。你就听我的，你先把这个脱了，脱。没有一个是吧 ？OK OK。然后那个你外套哪去了？外套，啥外套？自己的外套。自己的外套哪去了？哎，他要走了，那我要坐他的凳子，感觉就比较舒服。你坐。我有背心呢，坐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，你坐好了。啊，我不走。他不行，这不能过。有背心没事，背心就没事。没事，他自己。接下来是付费内容了。付费内容。来。付费内容。我这不能穿、啊，好的，我有啊，又是大家熟悉的背心。哎呀，哦，老师问他腹肌了，大声说的。哎呀，这穿成抹胸了，这太性感了。我叫妈妈，我叫大苍蝇。大苍蝇，我操！那这样穿啊？这波尔真脱、啊，这个好搞笑啊！一会儿去真脱、啊，那这个是啥意思、啊、呢？这是不给你一会儿过去给他穿？你不直播了吗？哦，真要脱、啊，全脱、啊，那就过去就完了呗。你等会儿，我先给你系。过去我一会儿拿背心一脱就完了呗。对对对，我先给你先忙。我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穿背心，一会儿直接。这得穿呢、啊。女迷仔是吧？那个房顶上那个有个袋子，你看着吗？没有。没看着吗？我这就不用了呗。哇，这个的。哦，这个穿底下是吧？哦 ，OK， 我了解了。这个穿、啊。这个不能不穿了，那就有点。有点限制级了。限制级了，那衣服下身了。哎呀，这不有点像那啥，像韩装的，你知道吗？对。是不是？你俩现在好暧昧哦。我也觉得。别闹。八。莫特。那个真的。莫特。可以，走。不会脱。哦，在那边了，是吧？我现在像片男鬼，再次感谢我们李姐啊，这惊喜。太惊喜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啊，没事，谢谢。这个我跟你说，现场的这个演员同志们，已经开始嫉妒胡老师了，哈哈引号的嫉妒啊！你这替我很开心。哦，天，好冷，晚上冷，白天热，热成。对呀、啊，现在就去干嘛？其实瞪大了眼，是这样瞪。这个光线还是正常的光线。哎，你刚才上房顶上看没看那个塑料袋？没有。又看见我那背心了。
听说妹妹，你说听说妹妹，他说滚。哎，好，所以你点在一起。哎，这样我跟你演一遍，他就知道了。来，你试位，要不然你直接让他来。然后我陪我去集市上走走吧，然后呢就要说滚，但是同时你要把听说妹妹这个字说，这个字我明白你啥意思。好，几缸几的。果然如王爷所料，那些刺客什么也没有跑出来，那就都杀了吧。王爷，你伤势怎么样？我随王爷，哦，陪王爷去集市上走走吧。滚！听说妹妹，眼神，眼神，哎，你的眼神戏。我听说妹妹，然后你要走人，我不得愣一下。嗯，愣你就滚蛋吧。我可以往后，没事。就到这儿。对对，我要光膀子。不光膀子，只是你把袖子捞出来。捞出来。那上面呢？他，你伤在这儿，你伤在这儿，不在胸口。那我就不用脱呗。不用脱，不用脱。啊！服装老师，我不用脱。啊，是的，你要穿上的。对，来给我拿来吧，我都给我扒了。是，但是你的这件要脱，然后不穿水衣裳，只穿外面两层。上面有吗？有的。啊，对，拿回来。他这冷静再来了。拿回来。他这冷静再来了。哦，我都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，哥，我不脱了。有一个，这边吧，拍这边。这边打上了。我打球用这边，我不健身，那我打球这边。腰带没拿吗？这边有。没有腰带，没有腰带。你不健身，那你的身材怎么来的？打球，不是极限运动。极限运动，你对墙里极限运动是不是对核心力量要求很高？我说了，你这个片场你可以找个给我掰手腕的，一般掰不过我，掰的请奶茶。这两天，这三天。赢了他送你一个奖。脱早了，脱早了。我怎么了？脱的挺好，是挺那个要脱。好拿一好拿。哦，这个不能播。啊，那我来替他播一会儿吧，朋友们。这是。史上最帅的导演，史上最帅的导演。哎，我怎么跟你在一起那么不要脸呢？我操！你走开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抖音，叫什么？导演叫谢王雨然，叫王雨然，叫谢泽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他把我们男主拍的特别。哎，我在这儿。他把我们胡大帅哥拍的特别帅。导演不好意思了，那行，那我从这边拍。好了，看我吧。哎，你别我这对我了，哎呀。Hello， 真的都在夸你帅。我知道。我知道。害羞了，把脸挡住了。有胡老师吻戏，我这有加密的视频，有没有人想要的？微我五十。你怎么又挡脸？哎呀！真的有，昨天晚上胡老师就有那个吻戏。这个要冲，对，他的粉丝在公屏上跟导演说，让胡老师早点收工，不要太晚。你告我无效。导演不听的，导演不会听一点的。这个放手，快快快，来来来，胡老师面光来一个就行了。面光来了，没事，你先等等啊。那不行，我得这个。哦，对，这个也不行。然后他每次穿，不要太晚，都不让他去。哎呀，他在的时候你们咋不说呢？你现在夸夸说，就是胡老师累了。好好啊，快，导演赶快看看人。我看够了。是，来来来，他粉丝让你让他早点收工回去。帅。导演说帅已帅帅已读烂尾。已读烂尾。然后开始的时候绕两下就绑了，就绕绑松手了。哎，让我再看一眼。绑另外一只手呢？绑左手，绑左手，这样，像我刚刚那样动作。要左手啊？左手。哎，那就重绑。我操！化妆，来化妆。啊，这你直接拆了吧，化妆忙。你安好之后，你这头突然一碰的时候就变了。这个应该是绑左手，来。给我留着一个容易受伤的男人，我记他，给你留个这，我得缠他。
那我你给他留一圈就行，留一圈两圈，一圈就行。那我留个套子吧，你是不是还要给他系了？那没系的慢一点，小心一点行吗？怕系的麻烦，需要时间。人形拖拖地扫把。今天特意把我里面的白裤子换成了黑的。我那昨天那个白裤子跪跪了一整天就黑掉了。这地太脏了。还是再往前一点。来，做家的话就到五千。好，然后这个位置。对。行了。来，小杰导演。把淘宝手放这之后，看什么？这是疲惫的看。服务到位，站上去。迷茫。王先生是怎么样了？我把手机放那边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来，来，直接那个看一下画面，看一下光。小太阳，这个东西是直播机。直播机。这个。反正就有一个二。这谁举的？这么老了，我导演，不是，这好，来看一下光。这么老了，那边，侧那边，那边，导演，需要过来。好，你讲话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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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啊，你的特写永远没有真的。这么高吗？看他，看他，看他，看他。给你们胡老师换个位置。哎，他又换过来。他走我。我好不容易。哎，王总，你看，你看直播，不是，就是不想让他直播。这样，这样，然后再直播。他换了两次位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在这里。就是很巧，你这台要带他关系吗？对，我在。你那个？哦，他在这边。我这两台打架。那我到底？我飞上去吧，我隔空。王爷，滚！滚！好嘞。别飞出去。不像王总在这儿才是拍摄。他们对话，他是困难。对话在手面对面，我们要。你不是看到右脸吗？那个，老板想什么？给一个实际表演位置，就他说成你看到了。老板想，他光是有右脸，他右脸。能左脸就再往这边一点。我说话朝前，啊，朝这边了。你现在演员是吴农的，是朝这边的。那个，我要走，我要走。我走，我走。不要看直播嘛，听他说话就行了。不，不是，我看那儿。那我走。对，我意思我就说，那就都杀了吧，我就往那边看，往前。你要等这样吗？啊、可以吧？在上面。脚架还滑滚？滑滚。把我先趴过去吗？对，趴过来。后面有灯了。来来来。好，等一下你会被粉丝干的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准备躺着躺。没事，一人。你先放脚架上吧，不是还得。什么鬼？这个高度。脚架在那，你先放脚架上再调。调了再放。尴尬。直接一步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轨道没事。王爷，滚！王爷摸墩是吧？还要变？你不就说了个王爷摸墩子？啊，你说了一堆吧？我说了一堆。我说听说妹妹的时候，你要同时跟我说滚。哇，这啥呀？费子的，你想？我小时候这么胆小。我跟你说，你咋生气了吗？那上海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只要推着盘子，滚！没打，再给我出去。声音低点。滚！我两个了。这上的啥玩意儿？不是我，这上的啥玩意儿？不是，滚！轮子，瞧。好好好。天都。
我没来坐。好了吧，后面三个小时。他就是这样。我真的觉得他好邪啊！他板就是邪，但是他全是轮滚到那柱子上。来，给他一个死麻，你就别带关系了，不要带关系，不带关系了，那就这样，那就不要看小看右边一点，好，你带不了关系，啊，对，看这个角度就 OK 了。好，来吸下油，来，快。是吧？那位男主，男主，Yeah.
怪吗？要不我陪您去集市走走吧。听说妹妹……滚！说完了。听说妹妹跟他叠起来，好，声音叠起来。好，来，准备，哎，开机，预备，开始。王爷，您收拾怎么样了？要不我陪您去集市走走？听说……滚！你听说妹妹的那个表情没有？听说妹妹，就是你要，就是你要，沈英子去了集市，你是要得到了这个信息。好，我以为你要让我最后给，通知呗。不，就是你说完滚，立马就要反应到，他好像说了一句，听说妹妹。好，那我再换。OK。好，来，好，准备。来，准备，开机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放松点，大词儿。王爷，您伤势怎么样了？要不我陪您去集市走走。听说妹妹……滚！晚了，说晚了，说晚了。听说又要说滚了，跟他妹妹叠起来。好，来，再来一遍，来，开机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王爷，您伤势怎么样了？要不我陪您去集市走走。滚！他走了，赶紧起来。啊，好 ，OK。好 ，OK。来，咱们来拍。来拍，拍你。拍这两个人。演员跟侍卫那个秦风。对。秦风，后面都清掉，都清掉。来这一块，来辛苦清一下。那就让我来拍好看的。后面这块，来吧。大爷，你的美团。我把剧本挪一下，不然一会儿我找不着了。你要自己挪，一会儿我找不着。怎么放？这里。要滑轨还要脚架？滑轨。我先把机器拿出来。要跑进来。跑进来。对。阳光。来上来，中间的。吴老师，百分之手机实际10%的电了，我得关了，一会儿没电了，这没有充电宝。够了吗？嗯，我先拍戏，回头再请。手机没电了，10%。我操！我也干了好几年摄影师的，没事。看我们导演兼职摄影加导演，他又捂脸，天哪！哎呀，他又捂脸。我有偶像包袱。他有偶像包袱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你们赶快休息吧。神秘的，可以啊。拜拜。干嘛？他说他要走一遍看一下那个速度。啊，不用，我相信你，在你这儿都是一条裤。晚安，再次感谢我们米姐。不，在我这儿都是一条裤。又让他们羡慕胡老师好久。也谢谢你，晴天，拜拜。走了。你要我滚？我是先把你接进去。位置可以吗？这儿是吧？可以。